二，哎，文轩到底是谁呢？爸，那米姑，包括你在内，拢发生一挂状况。因为1月1日在手术中，不知道是安怎，竟然故障，后脚在上坡时，过来收尾，伊那米姑才把造成过严重伤害。故障，这哪有可能？啊，直接锁背，没正式运作进程，工程师哪有正式测试过呀？哪有可能有什么状况？机械设备状况，阿兰，我想的，也是对，反省都无吧。是啊，这边你真正看唔着去啊啦，迄机器哦有问题啦，我实在无应该听你无这个嫌。阿即马文学的目睭哦，伊手术都唔知有成功啊无，那是有问题哦，我是有坏事啦。文学即马什么状况？哪要精神？医生是安怎讲的？老公，你精神啊？王姐，手术刚顺利成功啊。奇怪，医生不是讲开刀了，就当感受到淡薄光线。我即摆感情，哪会阁暗迷毛啊？敢是因为纱布甲扎掉的？文轩，你这手术，的确出淡薄意外啦。严哥，这周博士伊有接手处理啊。确实是有淡薄仔状况，这结果嘛爱看检查报告出来才会当知影。你家己要有心理准备哦，你目睭可能暂时无法度恢复。所以，就是我心肝。老公，爱艰苦。文轩。你莫做梦，我一定会查出问题出在什么所在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你到现在还在坚持，你是不是哦？根据检查的数据看起来，因为1月1日出状况，所以哦，害别人的眼角膜受伤。就算我这么接手，也只是止损。意思就是讲。罗文轩这个眼角膜移植手术失败的机会有较悬。保守评估，已经有可能这一年无法度再接受移植。哪会安尼啦？不是讲一直这乐观，嘛这有自信的啊？手术失败，哪有可能？你家己出问题，敢是重点？是你答应看挂保证，我才相信你的。大家嘛抱着这个手术哦，足大的期待，结果嘞，即马家己出问题啦。文轩即马有可能要休养一年嘞，到时阵眼角膜是不是会当移植也唔知影嘞？你叫伊是要哪面对啦？你先别这么激动啊！讲起来，信姐嘛算讲是受害者。可是讲信姐早知影有种状况发生，伊哪有可能会选择文轩甲伊做伙动这手术？你想好我一个交代。如果是你，你来这创啥？大家心情已经有够烦了，你搁来这乱？你嘴会讲你爱文轩，你做的代志拢是在伤害伊。我来做单中是剩下，
潘中祥，你在我面头前讲啊，嘴甲全破，说服我甲文轩的未来交在你的手头，我才同意甲我辛辛苦苦盖200万的眼角膜交你处理完了。结果因为你的自大骄傲，甲文轩背后光明的希望破碎去。万一因为伊受伤甲伤过严重，以后无多，佮接受医治，伊唔能做一世人痴迷。所以这眼角膜，唔是用正常的管道滴掉的。陈中祥，你是头壳底水唔？你拢唔免讲我参详，你都不要定位讲做一种违法的代志。我问你咧。眼角膜的来源是啥？有安全无？你即摆是把文轩当作白鸟仔咧饲养？你捌想过后果无？眼角膜绝对无问题。那何必？你莫有白看拖，我有我对我学生的心意哦。有问题的人是伊，是陈中祥。我唯一做唔到的，就是相信伊。因为陈中祥的自大，那我所做一切拢白了工。嘛害文轩的目睭伤得遐尼严重，原本文轩的前途是一片光明，即马拢捡你害到乌油去啊！陈中祥，你按怎啊赔？干嘛？畜生！干嘛？畜生！你太邪了你！我是不要认情，好人毁掉是我的好心，不是你的好心，你当然跟我赔了无紧啊！陈中祥，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。老婆，我今天就给你咬住，我要跟我兄。你怎样？我完了，这回关了，你别管他了。但是不一定参照你讲的这么悲观啦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意外一招，我先甲刷落来可能会发生的代志，甲病人的家属讲，好因为上歹的是你准备，并无表示那伤者完全无希望。你别讲得遐尼好听，连你这款神医，拢无法度保证。文轩的目睭无受到永久性的伤害，遐你表示已经无希望啊！我哪可能袂悲观？我是要来继续欺骗我家己。罗在兴，你现在自头至尾拢假点点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无法度在你的好兄弟，啊，搁你的好师长，更加小心。你声声咕咕，讲你外海面具，还拢是骗人的啦！你这虚伪小人，真正无这人，起码嘛继续是孙仔一个啦！你有够无良心，有够无良心，你看未啦？文轩嘛是在伊心头吧？就算无成功，伊嘛是足疼的。你即马算小算到伊的头壳顶，就等于是你的口水在抹人，你安尼敢对啊？我以前那么计较点。我是听个苦袂滴，我陈中祥的目睭呢？伊做啥物动作了无？我靠！伊给阮暗算，要牺牲文轩。你给我点去！天啊，敢就是你这款老母啦！敢来顾家己的心情，你有顾文轩无？哈！你别再闹我啦！文轩。好啊！即摆大家心思拢足乱的，我拜托你先离开。陈中祥，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，你别逼我来找你讨。行啊，啊，这么代志变假的啦，你叫我不要继续听你啦。哎，你从啥啦？你把门也开啦！中祥，哎呦，你。你点点啦！你较冷静的，莫安尼好无？你莫胡聊讲，我有我的代志，我清楚。就算害我陈中祥，真正让我拍个趴地拖开，我死不要紧。我妈在我那死啊，那我绝对不甘愿。小雨，
查我的开刀房，我要亲目睭看伊爸伊下到底发生什么状况。爸爸爸，紧！我讲爸要入去了解伊爸伊下到底出什么问题。好了，小雨，我小跟你说，你找我哩。啊，免啦免啦免，免入去啊啦。我已经了了完成，找到问题所在。第三物件，这内底哦，是你破碎的春秋大梦。我已经去过食药管理署查过啊，嘛已经摕到恁进口器材许可证的资料啊。拄则工程师啊研究的结果，毋是啥物外在因素，嘛毋是伊爸伊号烧倒去，是迄机器哦内底数据根本都有问题，所以啊伊爸伊号毋才出错啦。因为啊因发现这个机器根本都毋是假扮的，是山寨机。你家看，爸，你真正是哦，唔捌落过牙头机呢。为着要登欺骗啦，完全拢无咧了解你的机器啦，唔才会予咱一个利益勾着目睭，予有心人士哦用山寨机啊把你骗去。是啊，啊所以你入去一台根本就是正港依法依号啊。我明明甲阿婆咯医疗制造商亲信联络，而且我已经付特别的条件了，我哪有可能去买着什么山寨机？这中一定是有什么问题。关道理，是不是你这不要跳过重行的变轨？嗯，我想怎变来做？因为你看不得看到我失败，你希望我无在条行业两摆，你就我就一家阿罗底。我跟你阿罗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那钱哪多啊？我们还了两百亿，谁人会做这种哦，怕死卖杂碎，得无一家尖的代志？我再讲，自头至尾，我拢无接受到安破路，拢是你家己的决定，还佫作为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嘛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因为无注意就犯这种错误，我嘛无啥相信啊。除非哦，是有人乌壳来互你跳，啊，不过甲你保证啊，迄绝对毋是我。哎，是啊，爸，我亲爱的爸爸。毕竟连工程师啊，拢当证明我讲的话是真实的啊！你都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人哦，若硬要徛伫个神坛顶面啊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摔落来。看起来这届真正是摔甲满面全豆花哦！No！ 是包子，这时阵啊，你还阁讲话口说恁爸爸？你良心受够报应是毋？妈。起码是抓错在争呢，犯错的人是爸呢，你来电脑怪我啦。搁再讲啦，啊过去爸嘛不是什么神人信路啊，伊嘛骗过足侪人的呢。这届哦，伊叫人骗去，迄嘛应该是会报应啊。啊，到我有啥物期待啦？你刚才你在讲啥物话？伊是你的爸爸，是你的爸爸呢。妈，无事啊，把这个做你收去。这个囡仔赵静啊，伊心内完全无是非对错，无伦理道德，伊可能一心是过家己有事。我跟恁讲这件大事，绝对无可能发生，一定是什么所在，有什么问题。